天是五月几号？二号怎么说？给你聊天了。是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伤感情的感觉，聊天不也只是尴尬点，点头随便的敷衍，谁能等成你的善良体贴，这不可能是我心的慢慢以为，还以为反正过了几天就不会再敷衍，那时候哪里突然叫做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关于故事的开头，找不到线索，想不起来任何理由。太阳星星并不淡你，抱全人的措手不及，言之了也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明明就不帅，长得像面，就找个朋友算算哑口无言。不停的追问，你究竟喜欢他哪一点？整个年我也百思不解，或是因为从不曾遇见，在来后面一样上演天空线，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察觉不太多，依靠不了岁月的锁，总是动不动凭着性格泪又莫名掉落，不安平平属于女孩的寂寞，带着星星病毒的你，把我变得不像自己，越拖越严重，全身烫到不行，仿佛快窒息，脑袋宕机，剩一片空白，无能为力，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。绝对不可能的啦！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我不满意。大帅已经介意到你啦！你干嘛看我？我要我绝挂这一首，因为我看你，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。抱歉，人的措手不及。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不是只有拿麦，对，留在中间，然后去找大家。往东往西都怪你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